Hello， 大家好啊 ，Lim 啊 ，Alan 呢条片做咩嘅咧？就系、是、我哋呢个750万点击送礼抽奖活动嘅结果公布嘅。咁为咗证明我唔系做马啦，唔系内定噶啦，而系真系抽出嚟嘅，我就俾大家睇埋我抽奖嘅过程嘅。咁而家就11月26日，咁就啱啱过咗呢个11月25日23:59之后再过多一阵啦。我冇咁准时即刻抽嘅，因为。大家都知啦，有嘢做，唔系真系咁得闲。咁咧到而家有时间咧，我哋就嚟抽奖啦。咁大家见到啦，计埋我自己在内，其实都系得26个参加者。咁可能就一系就我自己唔系咁出名啦，呢个比较细嘅 YouTube channel， 同埋又或者大家对于奖品冇乜兴趣啦，所以就得26个人参加咗。又或者大家觉得唉都唔会中㗎啦，参加嚟都冇用嘅，咁就冇报到名啦。就好似我从来都唔买六合彩，我觉得个机率咁低，买嚟做乜嘢嘥钱，就係咁啦。咁呢个 set 五个中奖呢，其实我实际上就係送3个出嚟嘅，有2个就后补嘅，就睇下会唔会有咩突发意外啦，又或者前面总之后补啦，2个就。咁我自己都有报名参加，计埋我26个，咁即係实际上得25个人先啦。咁呢如果抽中我自己的话呢，咁就我会送额外再送多一个 Google Cardboard 出嚟嘅。而家就係决定咗送2个啦。咁如果我抽中自己嘅话就送3个。咁我哋嚟啦。抽奖第一个 Sunny Wong， 边个嚟嘅呢？唔知道。第二个 Ryan Song， 诶 ，Ryan 系咪神魔嗰个啊？一阵我喺拉度问下佢先，系咪佢嚟嘅咧？第三个 James， 呢个我唔知边个嚟嘅。咁咧就恭喜以上呢3位啦！如果佢哋系决定拎奖嘅话咧，咁就。是他们3个的了，跟住再来就是2个后补。第一个后补呢就中了我自己，即是我要再送多一份出来。咁就恭喜大家啦，咁可以多一个奖，咁即是再抽下一个，这个就是正选的。因为原本3份奖品啦，不计我自己啦，我只抽5个，咁即系完全冇后补噶啦，咁啱啦，我戳两个后补出嚟就系咁用嘅。最后一个睇下边个会中奖啦。答 Kingston 边个嚟嘅咧？唔知啦。咁咧，以上呢唔系以上嘅，我自己喺中间。咁呢度所谓所有嘅人啦，喺见到我呢条片，我呢条片就26号应该之后26号朝头早6点会。public 呢条片啦，咁大家见到呢条片嗰阵咧，就24小时内就喺 Facebook inbox 揾翻我啦。如果到最后冇人去领奖嘅话咧，咁我就会再抽多一次额外，唔系额外嘅，系顺延啦，顺序咁推落嚟，将啲奖品送俾其他人嘅。咁好啦，今次嘅影片就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会继续支持我啦，订阅我嘅 channel 同埋 follow 嘅 Facebook 专页嘅，希望日后会有更加多嘅送礼物奖品，亦都希望大家会抽得中啦，就係咁啦，拜拜。